网络自由将沦陷，奥巴马与 FBI 联手监控网络。奥巴马即将签字同意，让 FBI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监控网民的一举一动。FBI 说，此法是专门为了走在科技尖端的罪犯们来设计。因为 FBI 想监控手机的即时通还有影音通讯等服务，到时每个人的隐私都等着被 FBI 看光光。脸书和 Google 等网络平台如果抵死不从，不交出用户的个资，那就得每天花25000大洋的罚金。如果 FBI 得到这种变种监控能力，天晓得还有哪些网络服务会沦陷，可能连 Google 眼镜也会难以幸免。政府不断以保卫国家之名剥削人民自由和公民权利，美国人到底还能忍受多久？你认为 FBI 应该能监控网络吗？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Follow us on Tumblr.